他们不让我们拍，好，好，你要跟我拍照吗？好，你要送的丫丫哦，丫丫好不容易才好，好，眼睛睁大一点，而非常快就会到达终点。哎，真的会耶，然后平常都是看那个小猴子骑车就觉得很稀奇，真的人家鹦鹉都会骑，哇，什么都会耶，难不倒他耶。好，然后来学校了，来学校了，到学校的话要做什么？上课。好，本来上课好了，今天是连假，那么不然我们校外教学好了，不要上课了。校外教学好啊。对，出去玩。哇，非常迅速。后面那个头会不会断掉啊？后面嘞？不会，他喜欢这样子玩。哎，等一下，他用嘴巴画。对，用嘴巴画，怎么了吗？不是，我电视上看鹦鹉不是翅膀拿笔画画。哦，没有啊，用翅膀拿笔那个手对折会那个骨折就飞不起啊。哦，对啊，什么是口足画家？口足画家，那下一笔用脚来试试看，表演一下。好，对，来，阿诺，等一下用脚。对，来帮我用脚。来来来，用脚用脚。怎么用嘴巴的脚啊？哎，等一下，我忘记跟你讲，因为上礼拜啊，他用脚画完。然后再用嘴巴画，然后就好几天不能画画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怎么了？就卫生问题啦。哦哦哦，对了，最近防疫期间啊，那个避免一下。啊、上次有只鹦鹉啊，本来只是那个脚痛，就后来进出动物医院变成流感了，那太危险了。好，那就注意卫生，用嘴巴画画就好。用嘴巴画就好。好，第三笔，来第三笔。你说画画至少要看得懂啊，看画什么？对呀、啊。他画非常漂亮啊，非常漂亮。好，等一下来看一下画这里的风景，对不对？好，等一下来研究一下。研究一下，怎么大家都在笑？应该是大家都看得懂才会这么开心。好，画完了，还有人看得懂吗？看不懂，大声说。哪里长这样？蓝色、红色、绿。我知道了。在我左手边那个树下一个哥哥啊，在折气球啊，像不像他衣服的颜色？好像有点像。对啊，那个红色、蓝色、绿色，那个过年到现在衣服都没洗啊，都脏脏的。哎，我们讲那哥哥很厉害哦，他折什么突然气球都很像。等一下看完表演可以去找他。我看到小朋友手上拿那个蜘蛛人啊，还有那个佩佩猪啊、小熊，哇，都好像。那哥哥很厉害哦，什么都会。啊，对不对？换他的衣服嘛。不是，虽然那个哥哥其实身上的颜色非常多，非常漂亮，啊、但是他不是我们星月天空的风景。我们的风景是，你看我来解释一下，绿色的旁边那棵树是不是绿色的？对啊，绿色的。然后树底下那个哥哥、啊，蓝色、红色。蓝色不是，不是，没有那个哥哥。然后蓝色就是我们的那个天空蓝。天空蓝哦。对，红色就是旁边那个彩虹桥。彩虹桥哦，对，所以是画我们那个舞台区这里周围的颜色，哦、这里的风景，花色里附近的颜色，对啊，啊、算你会掰啦，会吧，那好掰晾干啦，哦，晾干你投篮球，你很厉害吗？差一点了，差一点，加油，我又差一点点，又差一点，最后一次机会，来，再来，先生，最后一次，好啊，没关系啦，反正。这真的是很困难啊！来，送你一个可爱气球，这样也没什么投不进吗？为什么？我要问你啊，为什么？啊，我知道了。这里是难投，对不对？这里是难啊，这是很难投啊。不是啦，不要乱讲啦，不然投不进。
好，那我们直接来。好，快点，快点，停一下，老师。好，直接。讲话很冷呢。好，我们因为今天天气比较热，所以要等一点。好，带起哦，转身。好，冠南。子王厉害，给他一个掌声鼓励啊！这样子有掌声，太厉害了！刚刚跑步非常快，有没有看到？我们都在那边直接丢球过来，身份球就投球了。啊，你是说两分？对啊，快一点，浪费时间。大家都在看表演啊！他表演啊！快点啊！是第一次，回去啊！啊，回去啊！发呆也回去啊！真的有啊！哎，人家那么帅气的转身灌篮，不会画画，不会打篮球，那到底会什么？包邮，再看一下。李阳是我的班长。好，再给他一次机会，再不行的话，以后就不用出来了。好，班长你要争气一点哦。这是关于你一生的那个生涯。好，起球，站上去，撤过来就。没有，没有啊。没有，还没打完。还没打完，好，班长 OK 了，来。回来，等一下，你不用一球全倒、哎？怎么了吗？全倒了不是吗？那一球啊，对啊，你要看到第二颗球吗？啊、不是，跟稍微想的不一样啊。我想说那个一球下来全倒啊。那你今天开眼界了，对不对、啊？以后就可以这样打。好好，收掉，收掉，收掉。对，跟你讲一个，不要笑，有没有小朋友有信心投得进？好，这个红色衣服的妹妹，来来来，前面。气非常大，没劲。等一下，好好，有上来就有勇气来送一个可爱的气球。好，换鹦鹉同学。好，这次困难的，对啊，很困难，就对。对啊，那我们直接来找最会玩游戏的大头哦。大头，对，他是全部都派进去哦。拿起两个，好，倒进去，来回。转身拿起第三个，等一下，怎么怪怪的？什么？哪里怪怪的？怎么了吗？他走路很正常。好，不是，他不是在线后面这样丢吗？怎么跑到前面去？哦，你是说那个套圈圈要在线后面哦？对啊，没有啊，线在这里啊。线？对啊，他拿那个圈圈来这边套进去、啊。不是啊。哦，算了算了，没事啊、哦。对，线在那里啊、哦。我问题最多了，不要误会同学。我知道会讲话啊，会讲话，对啊，会讲话。这个会看得懂字，看得懂哦。刚刚进来大家有没有遇到那两只鹦鹉，蓝色的跟黄色的？那个，我经过也是啊，我要走出去的时候他就跟我 hello 啊，然后我要上班的时候进来就叫我拜拜。不是相反的吧？哦，进来是讲 hello 啊，对啦，出去是拜拜。他这个他们看得懂字，看得懂。好，来快点快点，我们直接问这位同学。全班谁最聪明？是不是？来，谁最聪明？好，拿起来。哇，宝宝最聪明。宝宝最聪明。没介绍啊，这个是啊，大头。大头。阿诺。阿诺班长嘛。对，班长。然后丫丫。丫丫班长。对啊，对啊，宝宝呢？宝宝，你是宝宝吗？哎，等一下。啊？他是宝宝。当然是宝宝。啊，出来什么都没有，就说自己最聪明。你有看得懂那个？我们同学会看得懂中文字不是很厉害？不是看得懂啦，只看得懂自己名字吧？你说只会选宝宝？对啊。不是啦，问他谁最笨，他就说宝宝啊。不是啊，不然我再问一个，我问这个啦。全台哪里最好的？这次应该不会选宝宝。然后就地名就没有宝宝。对，就没有宝宝啊。可以问他一下。他就会告诉你哪里最好玩哦。对，最近防疫期间啊，不能出国去玩，没关系，我在台湾玩，台湾很多地方好玩。台湾非常好。然后再来问他一下，听说我鹦鹉那个全台湾飞透透啦，从东到西，从南到北，到处飞过，大概知道哪里最好玩？你知道哪里最好玩？哎呦，空天月星。星月。哇，他也知道要选这里哦。啊？等一下，你说这里好玩？对啊。哪里好玩的？我不知道，他怎么会选？对啊，这边没有靠海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为什么。老板在三楼偷看。哦，真的很聪明哎。对，我们这边最好玩，那个夜景非常漂亮。对啊，对啊，哇，真的很厉害哦。现在风景好的时候，那个夕阳。对啊，对啊，哦，好聪明哦。知道老板在偷看，就选这里，不然就没饭吃。我差点说那个这里的坏话了。啊。三友外出好吃，快点多，快点。
下面那个。挖地道，好走。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比较好玩。他们一直在叫，那个是他们吗？嗯，好像是。吃菜可以。你要蔬菜吗？来，给你辛苦，小心啊！好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如果你们准备好看这个。
刚刚说过，今年是我在台湾表演魔术的第十年，我希望在往后的十年。旁边了。